诸位同修，诸位同学，少忧少恼少病，安乐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请放掌。我们修净土的人，要以观音示智为标准。观音示智能断的，我们通通要断。那观音示智所行的，我们要学习，要效法，要去行。菩萨难断能断，他为什么能断呢？他对于一切事实真相了解清楚，他知道不断呢，会造成自己重大的伤害。重大到什么程度呢？重大到将来要受三恶道的果报。这个太可怕，太凄惨了。佛在经上讲，我们凡夫迷惑颠倒，有隔音之谜，把过去生中的事情都忘得干干净净，不晓得了。那么证得阿罗汉的人，阿罗汉无我，证得无我了。证得无我之后呢，部分的本能发显了，有一些神通了，他发显的还不圆满，他能够看到过去五百世，再远就看不到了，能看到五百世。这过去五百世当中，大多数都在地狱，一想到地狱，他这个身上冒汗，虽然现在修行正果了，正罗汉了，脱离六道轮回了，想到过去这些三恶道的轮回，还是心有余悸，身上出汗，这个出汗不是普通的汗，经上讲出血汗，你就知道这可怕到什么程度，恐怖到什么程度。阿罗汉证果了，回想过去的生死轮回，出血汗了，太恐怖了。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这个经验，但是我们这个世间呢，有类似的，像这个受过极大灾难的人，提起这个灾难他心里会非常的恐怖。佛为我们说的，这都是事实，绝对不是吓唬我们的。我们凡夫智浅障重，把佛的真实话都想成是虚假的，想成是假设的，这就是众生没有善根，没有福报，愚痴蒙昧，对佛讲的多所怀疑，所以要以菩萨做标准。经典上所说的，实在讲就是菩萨的标准。
那说的很详细的，像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那经文很长，说的很详细，说的简单扼要的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从33品到37品，也可以说是这个纲领都为我们说出来了，菩萨的标准。下面说，恶者真实心中勤修自他凡圣等善，这是第二种真实自力，这是修善。前面呢是断恶，这里呢修善。修善的标准也以菩萨为标准，这个里面还包括世间的贤善，圣是出世间，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初地以上的菩萨都称之为圣。凡夫之善，凡夫的善，在我们中土，像孔老夫子、孟夫子，这是几千年来大家公认的善人，我们要学习。那么世善的标准，前面在三福里面说过的，三福的第一条是善，第一条是孝亲、尊师、慈悲、修十善业。佛法虽然没到中国来，但是孔孟存心行事，孔老夫子、孟夫子他们的存心、他们的行事，确确实实符合这个标准。这凡人之善我们要修，圣人之善，佛在经上所说的诸佛菩萨，从修因到正果，种种善行，我们都是要真实心中去修，这个才叫做自力。那么这个文里面呢，缺少了利他真实。前面讲了两种真实，自利真实、利他真实。但是注解里面这个利他真实没有，缺少了。那么从前面看过来我们就知道自利真实真正做圆满了，决定就利他了。像诸佛菩萨在十方世界教化一切众生，这个就是利他的真实。换句话说，把我们自利真实的利益介绍给别人，使别人也知道如何求得真实的自利，这就利他了。在现前我们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里面，
我们讲真实的起点是在哪里呢？就是前面所讲这个三福里面的第一句，孝亲尊师。孝亲尊师谁要做呢？不是去规定别人做，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。不要去要求别人，要求别人凡夫不喜欢被要求，凡夫你要求他他还是不做，所以不是去要求别人，是自己本身去做，本身做好了，做圆满了，别人看到太好了，自动来修学，这才正确，这才叫度众生，不是去规定别人，去指责别人，啊，这个不可能度众生。啊，那么孝亲尊师，我们自己认真去做，念念不忘祖先。啊，你自自然然就能够孝顺现前的父母。啊，久远的祖先都不忘，啊，你的父母怎么会不孝顺呢？啊，2500年前的孔老夫子，我们没有忘记他。啊，3000年前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天天念他。那眼前的老师哪有不尊敬的道理？啊，这就是孔老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所说的“慎终追远”。啊，纪念久远，目的何在呢？明德归厚。啊，养成一个醇厚的心理心态，啊，目的在此。啊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，这个帝王治理国家最重要的祭祀，啊，帝王给老百姓做榜样，祭祀祖先。帝王的祖先叫太庙，百姓的祖先叫祠堂。啊，劝孝祭孔，啊，祭祀孔老夫子。啊，孔老夫子是老师，啊，是老师的代表，这都是历代尊称为至圣先师，啊，师道，啊，孔老夫子代表师道，祖先代表孝道，祭孔提倡师道，啊，学生不忘老师的恩德，啊，所以我们讲的这个自利真实跟利他真实从哪里做起呢？从这里做起，孝亲尊师。啊，各位同修们，在家里面有佛像，啊，实实在在说，要供祖先牌位，啊，要供老师的牌位，啊，这个老师就供大乘至圣先师
孔老夫子的神位。那这个对于世道人心、民风啊，这个风俗道德会有很大的影响。家里的小孩看到你天天礼佛，礼佛也祭祀祖先，也祭祀孔老夫子啊，然后这些道理跟他们讲解，他这个印象深深印在脑海里，那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那小孩子将来就是孝子贤孙，那知道尊师重道，那我们要做一个榜样给他看，这非常重要。这是劝孝劝敬，那这是真实的自利，真实的利他。存心，存心要厚道啊，厚道要有表现，表现对社会对大众真正的关怀啊。无量寿经我们看到佛告诉我们，会与众生真实之力啊，所以我们存心真实，行事也真实啊。我们学佛的人啊，如果从这个地方着手，整个社会对于学佛看法就不一样了啊。我们劝人学佛，劝人念佛，只凭嘴巴啊，只凭嘴巴去劝没有用，要有行动啊。如何带动这个社会都来学佛，而且一定要把真正的佛教说明白。真正的佛教是佛陀至善圆满的教导，那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最圆满最真实的教诲。何以知道是最真实最圆满的呢？佛所说的一切经啊，这个经典就像我们现在的教科书，字字句句都是这里讲的真实心中做。那所以经典所诠述的是真实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如果大家都有这个认识，自然非常欢喜，乐意去接受佛的教导。啊，所以凡是好的教训啊，无论是世间的圣贤啊，出世间的佛菩萨，确确实实有利于社会，有利于道德，有利于安定啊，更重要的能让大众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出离三界，成就菩提的，都应当要弘扬啊，事实事机的教导大众啊。我们看佛的经典，五种人说经，佛都承认啊。五种人里面，第一个是佛，
第二个佛弟子，啊，这是佛门的。其他的三个呢，都不是佛门的。啊，但是呢，只要说的宗旨与佛相同，佛都承认。啊，这个宗旨在佛法里面称为三法印。啊，小乘所讲的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极境。啊，如果能符合这一个宗旨，无论是什么人所说的，佛都承认。这是佛经。啊，不一定要佛说的。那么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只有一法印。什么法印呢？一实相印。啊，实相，实相就是一切法中，无量无边的法当中，只有这一法是真实的，只有它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其他的一切法都是生灭无常的，都是生灭法。啊，所以只有一法印。啊，只有它是真实、永恒不变的。啊，也就是每个有情众生的真如。啊，那么平常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啊，这是佛教学的宗旨。啊，所以符合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的，是诸佛教。啊，都是诸佛所说的。啊，那么这个范围就非常广泛了。啊，有了义的，有不了义的。啊，这就是针对不同的根基的众生。光秀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之创立，传承依循十三祖印光大师敦伦敬奋信愿念佛之遗训，客尊导师上敬下恭老和尚，其弟子上部下广住持之弘法道场。本会会训一，讲经弘法，净化人心；二，持名念佛，当身成就；三，兴办文化慈善佛事，以利道德而善风俗。古德云：“不染圣教衰，不染众生苦”之理念，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。光寿山坐落在台中太平悠悠云山中，沉云观音之圣地。愿景续建如佛讲堂、长照中心、有机农场等，引导大家修心养性。内而佛，外而儒之修学方向，引逗善因。未来还有个无有众苦、但受诸恶之圆满归去之敬业养成圣地。
寿山台中法莲净土学会，至诚敬邀十方坛月大德踊跃发心护持，福慧双修，共同完成千秋盛举，功不唐捐。洽询电话04-2291-3567，护持账号邮政划拨账号22700。